那过来哦，这小连山出日头的好天气，好山西我那讲渔民哦，在出海抓鱼是抓到大量的红啊鱼，因为这个介绍是真公道哦，真侪老主顾真厉害哦，讲听到消息了是赶紧走来买鱼啊，不少的这海产店啊嘛落单来采购，顾客满意，渔民的这搭地啊嘛赚个真巴。一尾一尾活跳跳的蛤仔，看在内行人的眼里是上好的美味海产。最近这几天天气稳定，陕西温阿鱼港的渔民就捕到大量的蛤仔，和鱼贩笑开开，介绍一斤对五十块到上百块拢有。一百八十、五十，安尼啊，系啊，哦，贵贵啊，像迄嘛台中来啊，迄拢嘛台中来。你若数量哦，就大尾会较有价值啊，就食侪百外斤的。哎呀，哦，昨个透零的拢一色拢红鱼啊，哎呀，天气好呀，哎呀，啊你抓鱼无啥一定啊。捕到的蛤仔还袂运上岸，人客早就听到风声来采购新鲜的蛤仔。这鱼仔真新鲜，吼、哦、有青，佫俗。所以你专人对台中来嘿，对咱开车来买。系啊。那最近渔民抓到真侪红鱼。有啊，哦，拢有敲电话阮。叫阮来买。巷仔有家己软骨节，是真侪女性朋友的最爱。一般用三杯料理来方式，在地渔民是习惯煮巷仔米粉汤。每顿鱼拢安怎料理？三杯啊。三杯。嘿，三杯就最好呀。啊，即卖计少？计少还好啦，未介贵啦，系啊。天气哦，都来去拄到像好天就有啊。这风鱼差不多会抓到当时。风鱼哦。无一定咧，规趟天拢有啊，即阵啊较厚诶，即阵行啊较厚。行啊，介绍合理有固定诶顾客，最近渔民捕鱼量侪，毋若带动买去，真侪海产店嘛落单订购，增加渔民未少收益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，陕西采访报道。